这个表一动说明有电流了，有电流说明加热了，你实在是看是看不到的，电流表就是这个意思。嗯，表一动就可以了。嗯，就说明它在加热。不是，搅拌同时开一下，这个一个过程。会，是那个的。看到吧？就是会突然，这样。